Chancellor. Good day, and welcome to the wedding reception dinner of Aaron and Mei Qi. My name is Bryan, MC Bryan. It's my honor to become MC in this lovely and wonderful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yourself a big applause.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 Bryan，MC Bryan，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当上大家的大会司仪。今天晚上呢，我们大家来到现场，就是要见证今天这对新人爱情开花结果的日子。各位请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新人入场。那各位来宾朋友们，婚礼是一场人生为数不多的聚会。 是一场千里迢迢的赴约，是一场不畏风雨的姿势。再次感谢所有来的各位如约而至。此时此刻，我会觉得如约而至是一个极美的词，象征着他们的爱情，也象征着今天这场完美的婚礼。今天我们在现场看见的都是他们最亲的亲人。 最尊敬的长辈，还有您，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朋友。所以待会呢，我会邀请在场所有的来宾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祝福化为掌声，送给待会进场的他们，好吗？各位来宾们，让我们以最热烈、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人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ive me back for the first march in. Enjoy. Mm-hmm. 各位，献上你们的掌声好吗？ Mm-hmm. 让我们有请我们这对新人，我们新郎哥以及新娘子来到我们新娘的舞台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我们这对新人。 为我们带来今天晚上的第一项任务，也就是切蛋糕环节。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out further ado, we are sitting on the table for celebrate the cake cutting ceremony。好，我们有请我们的新人看向摄影师。 飞什么？两个人拍。哦，两个。我以为拍给你。啊，在首先，我觉得你已经是我们的接班人。哦，thank you，加油！哎，有什么话想讲一下吗？Hello， 大家好。请继续加油，加油！拍更多更好的影片。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 MC， 我刚刚看过他的功力，真的太棒了。哎，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thank you， 继续加油，支持他好不好？ 有谁啊？耶！ 叫什么名字？我叫 Bryan。你要用英文讲。我没有 Bryan。哦，Ladies and gentlemen。哇哇哇！你们是谁？来思想。啊，思想。Ladies。没有。嗨，朋友。Hello，MC。对对对。哎，帅。那要讲。这个衣服更帅，对不对？人帅是衣服帅。人跟衣服一样帅。